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大唐贞观年间，彭元郡附近有一座白蛇山，山下有个桃树村，有传言白蛇在这座山修炼成仙，保佑村民风调雨顺。山上还有一座供奉白蛇娘娘的小庙，村民经常去上香祈求仙子保佑。在桃树村中有一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男女，分别名叫孟元和孙玉娘。孟元虽是农家出身，但却刻苦读书，他长得也十分俊秀，村中不少女子都倾慕于他。而孙玉娘则是村东头富户的女儿，她生得花容月貌，待她15岁的时候，前来提亲的人就踏破了门槛，但孙玉娘倾心孟元，婉拒了众多提亲的人家，只等着她科举高中后前来提亲。这两人的情愫在村中不少村民都知道，大多数人也都祝福这对郎才女貌的伴侣。除了孙玉娘的妹妹孙丽娘，孙丽娘虽然和孙玉娘是姐妹，但却没有继承到姐姐的如花容颜，相貌只是普通清秀而已。从小到大，在姐姐的美貌下，孙丽娘一直被忽略，因此她心里十分嫉恨姐姐。到了10多岁的时候，一次孙丽娘偶然遇到孟元，便被她的才华和俊秀容貌所吸引，但听说孟元和自己的姐姐两情相悦，心中便是愤恨不已。他一直想找个机会抢走姐姐的心上人。科举之日将至，孟元虽然平日读书刻苦用功，但心里终究没有底，便打算上山去白蛇娘娘庙上香祈福。这日早晨还是晴空朗朗，但在上山的半道却忽然飘来一大片阴云，接着就下起了雨，还隐隐响起了雷声。孟元出门没有带伞，当下就想找个山洞躲雨，却偶然发现一条奄奄一息的青蛇。那青蛇见到孟元后却不躲避，而是昂起头吐着信子，大眼睛里十分人性化的露出了哀求的神色。孟元心中惊异，心道看来这蛇受了伤需要救助，正好我要去上香，便做个善事救下这条小蛇吧。这样想着，他便将青蛇放在自己的背篓里，找到一个山洞躲雨。这时外头的雷声越发震耳欲聋，孟元找出伤药给青蛇敷上，又把自己的外袍脱下来给青蛇盖着。许久之后雨才停了，孟元急着去庙里上香，便对青蛇道，小蛇，你在这洞中好好休息，这衣服就给你当作铺盖，我还有事不能留下来照料你了，咱们就此告别吧。随后孟元就把自己的外袍留给了青蛇，自己则离开了山洞。他这一去科举十分顺利，自觉文章可以得到考官垂青，便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，准备向孙家提亲。几日之后科举放榜，孟元果然中了个举人。趁着乡亲们都来贺喜之时，孟元便拎着礼物来到了孙家，但孙家父母出门迎接孟元之后却是满脸愁容，叹息道，不是咱们不想将女儿嫁给你，而是玉娘她前些日子不知生了什么怪病，满脸长出红斑，寻访了许多大夫都没能医治。孟元听后十分惊讶，又进入房中见到孙玉娘，见她果然脸上全是红斑，原先的花容月貌如今十分丑陋吓人，而且她身体虚弱，躺在床上连连咳嗽不已。虽然爱人变成了这般模样，但孟元却是个有情有义的性子，仍然坚持道，不管玉娘变得如何，我对她的情意都不会改变，在下还是希望能娶玉娘为妻。孙家父母也感动于孟元的坚持，当下几人就定下了成亲的日子。随后
孟元一边筹备亲事，一边也去四处寻找大夫，只是好几个大夫看过后都摇头不已，称完全看不出这是什么怪病，更别提医治了。就这样，时间到了成亲的前一晚上，由于即将和心上人成婚，孟元翻来覆去都睡不着，直到半夜才勉强有了些睡意。在半梦半醒间，他似乎看到一名青衣女子来到床前，对他行礼：“恩公，之前妾身渡天劫，有幸赖恩公救了妾身一命，还将衣服送与妾身，如今妾身来报救命之恩了。恩公的新娘并不是生了怪病，只是被人所害，只需恩公明早取花上的露水，给新娘子洗头，拔掉她三根头发以后再圆房，新娘子就会安然无事了。”说完，这青衣女子就消失不见了。孟元惊醒过来，才发现天已经微微亮了。他回忆起青衣女子的话，不由得自言自语道：“送衣服，难道是当年上山遇到的那条青蛇？”这样想着，他便依着青衣女子之言，去后院收集了花上的露水。晚上揭了盖头之后，他便领着孙玉娘去后院洗头。孙玉娘尽管有些奇怪，但也没有多问，而是听话地洗起了头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就在露水打湿头发之后，孟元看见其中三根头发变成了鲜血一般的颜色，情景十分诡异。孟元当即便伸手拔下了这三根头发。孙玉娘身体一颤，有些奇怪地道：“夫君刚才做了什么？我有种奇异的感觉，似乎身上的包袱卸掉了一般。”孟元并没有说青蛇托梦之事，只是好言安慰着新娘子，俩人一同回了房间。不料还没歇下多久，忽然外头传出了喧闹的动静，有人大声叫道：“孙家二姑娘疯了，快来人呐！”听到喊声，两人忙披衣起身，发现孙丽娘正疯疯癫癫的在院子里乱跑，见到孙玉娘后便停了下来，指着她骂道：“你这恶毒的女人，从小就夺去我应有的宠爱，又夺走了我的心上人，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姐？你等着，我已经请了高人，在你的头发上下了咒，不仅你的美貌会毁于一旦，你的身体也会逐渐虚弱，直到死去，以后你再也挡不了我的路了。”听了孙丽娘的话，两人这才知道，原来是她一直在背后使坏，而孙玉娘的突然发疯，估计就是术法反噬。尽管她下毒手暗害姐姐，孙玉娘却只是叹息了几声，并没有报复她，而是派人去请来道士，想要救治自己的妹妹。但事与愿违，三日之后，孙丽娘就莫名地从家中失踪，随后被人发现她淹死在村外的小河中。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孟元与孙玉娘之间的感情。两人成亲之后，孟元很快就去了外地当官，而孙玉娘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，两人的生活十分顺利，后来还生下了几个孩子，儿孙满堂，幸福平安直到终老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